Hello， 大家好，我系队长 Will， 身处喺跑马地马场，今日准备玩啲咩呢？约咗孖姐老豆，准备喺度出发，喺香港岛靠东呢边嘅位置咧，准备玩一个深，全程廿几公里到啦。佢又犀利啦，今朝早咧我就行咗呢个西高山同埋斜旗山放一转飞机，而佢朝头早咧就划埋另一边，即系我上次行过香港深度游嗰个深，佢今日划两个深，准备送俾老婆。我同佢有共通點，就係佢嘅經理人，我經理人都好似係五月生日嘅 ，OK。所以咧，我哋要做一啲比較肉麻些少嘅嘢，咁但其實有啲辛苦嘅，所以都係決定我哋男人的浪漫自己畫就算數啦。佢咧依家咧就唔知跑咩位置，我喺度就等埋佢，之後就準備出發噶啦。今日嘅天氣係非常之熱，只係30度，晏啲應該仲有機會去到31度。所以比預期慢了時間是非常之正常。今朝我行西高山都火吃力下，我東邊一個心形的路線就會以呢個中長直頭做一個起步，出咗嚟之後咧，沿住右手邊的方向，時間依家大概是2:09到啦。之後我哋應該都仲會食些少先正式起步。食我到食啲嘢之後，匯合咗阿媽仔爹哋之後，我哋而家出發啦。預計要行幾耐啊？佢應該未必打得到。有咩咁40几K 嘅狀態，可能要個鐘頭。點解佢畫咗個心之後會有40几K 咧？相當之有可疑啊！一陣先再講。咁你即係都要估俾大家聽下，大概你預計呢20几K 要行幾耐啊？你小心你準備我嚟。咪就要4-5个钟咯。4-5个钟，誒依家係。依家3点几噶咯喎。係啊，即係會入黑噶啦，去到。唔好意思啊，各位觀眾。O K， 係男人的浪漫，我哋畫個心俾我哋嘅另一半咁樣啊，所以佢誇張啲，畫兩個，我一個就已經夠噶啦。呢個唔係愛嘅問題，係能力嘅問題。好啦，沿住南塘道側邊呢一條嘅斜路上，好啦，沿住 C 座 B 座嚟到盡頭呢條南塘路嘅小捷徑。哇！離開小捷徑，接翻繼續嘅南塘道77A啊，繼續上。哦，沿住南塘道揸啲樓梯口，要轉上去啦。今日有個好處就係咧，有人帶路，我唔使。看地图找路，跟住行就 OK 啦。喂，其实你咪彩排过嘅，点解你咁熟路嘅？睇都唔使睇就转上嚟嘅。我哋有啊，些少犹豫都冇嘅。冇噶，东过村路跑咗好。哦，你跑过嘅。跑咗噶啦。系，咁上次跑嘅目的系为咗咩啊？小心啲讲，小心啲讲。开头未谂嘅，即系因为都好遥远。哈哈。咁纯粹就系人哋画咗咁。就跟住行下，我後花園啫嘛，都講到咁嘅位。OK， 跑下當神運咯。好，相當之好，相當之好，變咗我唔使去到某個路口要度一度。轉右手邊係咪？唔係，頭先係呢度。OK， 唔係我哋唔好意思啊。畫口，畫口未完，始終畫心嘅重點係咧，錯咗個路口就會多咗個噏位啊！轉來轉去都係接翻上南塘道啊！天南嗰度啊！呢个画面，哇！呢条南塘道尾好似第一次嚟，好多啲外国学校啊，由日本有学校，由法国国际学校，听唔听到啊？沉重嘅脚步声啊！交足过啊！我都唔知道你做乜要行到40几K 出嚟，呢个心啫，点办法咧？唔好左摇右摆喺镜头里边，坚定啲。好啦，玩完呢条南塘道啦，接翻嚟黄泥涌峡道，已经见到前面油站啦，佢哋嘅补给位置。黄泥涌峡道嘅油站补给时间，佢哋飙紧水啊！顺便介绍下，今日除咗孖仔嘅爹哋之外，仲有位交手。唔系啊，佢唔认自己交啊，我系交嘅。交啊嘛？交啊交。OK， 交啊。包邮，猫姐又系猫姐。哇，喺依家啲人兴咧认细唔认大嘅，佢叫做猫姐咯。OK， 我哋喺呢度补给完之后再出发。嚟紧下一个补给点喺边啊？柴湾。去柴湾噶。去柴湾噶，去柴湾可能会入黑。我哋沿住呢条梯级上系咪 ？Yes。补给完再出发啦。
好啦，最尾就系大潭水塘道，之后我哋会沿住呢个黄泥涌水塘侧边嗰条路，向呢个紫罗兰山方向走。哇，嚟到呢个位置有段阴凉啲嘅路段行下，紫罗兰山景。我知道，之后嘅事之后先算啦，享受咗先啦。所以话你。好，太乐观啦！原来唔系沿住山径直去啊。OK， 好啦，一路影住前面嘅路放描述下先啦。由头先嗰个紫罗兰山径路口上到去紫罗兰山，其中一个峰啦，呢个峰应该系高过地图标示嗰个峰，我估计应该属于系正峰嘅。OK， 嘅位置距离大概系1公里唔够到啦，开阳嘅，冇乜树荫啊。好啦，呢段路上到去紫罗兰山其中一个嘅山峰位置，900米嘅距离啦。咁啊，头先我讲咗上半昼我系行咗呢一条路段噶嘛，啱啱个微保险其实系用唔晒嘅，所以我冇专登揿熄佢。啱啱头先去到个位置咧，上咗一半咧就完咗6个钟啦。咁佢系唔会同你自动延续落去嘅，咁你会再重新启动个，即系话我呢个心形嘅图案咧喺呢一个行程里边咧。就会少一段，因为那一段在上一个行程里面，那没办法啦，有时间再画过啦，但我其他的 record 是齐整的，完整的个心。 OK， 上啦，到顶啦，喂，试日最高点，即是讲紧这个心形图案的最高点，436是吧，4:30松啲来到紫罗兰山其中一个山峰，有什么感受，后面这位哇，出奇地仲有货，可能头先食咗饭就会好啲。咁就相当之好啦，我哋已经嚟到最高嘅峰，之后又未有好日子过。你好似有段难啲嘅，既然你有啲货，不如我哋加紧脚步，希望喺日光嘅情况之下去到紫罗兰，去到大潭江 Facebook 嗰边嘅位置，影到条路俾大家睇下。顺便你如果可以嘅话，俾两个 action 跑嘅动作嚟睇下，俾啲动感。我俾啲条糖皮，俾啲动感嚟得唔得？好 ，Go！ 咪冇喎。其实时间嚟到4:00多咧，已经舒服好多啦。太阳开始收咧，佢哋有40-50K 打底就辛苦啲，我就应该相对计比较轻松嘅。死啦死啦！我又行错咗路啦，我嗰条心又多咗个裂痕啦。翻转头先。喂，重要分叉路口啊！诶，不如影一影呢位先，知呢有碌柱，系，啱嘅，好嘅，我哋喺呢个位置落去，咦，有条，陈年小毛巾仔，有条桥仔，好啦，好啦，啱啱望一望地图，呢段仔路大概200米距离到啦。之后会接翻惠逸顺境 ，skip 咗咩咧 ？skip 咗第二支标柱 ，skip 咗第二支标柱。简单嚟讲，你唔行呢段就个心形唔工整啦。好靓喎呢个树位。描述呢段路先，咁睇翻地图咧，我同阿经理人都行过呢段路嘅，即系佢处理得到，就难极有个谱。OK。第一段仔之后，我哋就会翻出去，就唔上去紫罗兰山第三个山峰位置。好啦，就系呢个位置啦，下面嘅惠逸顺境，我哋要落翻去噶喎，系咪？唔使过，唔上呢个顶噶嘛。好啦，落去啦。好正啊！啲黑嘅风吹埋嚟，翻嚟惠境，跟住沿住大潭水塘方向走啦，系咪？前面呢位师兄都仲相当之唔错啊，仲可以摁住落去啊！系佢已经，佢话呢个系极速啊！由此罗兰山上面嘅惠逸顺境接翻去大潭水塘呢一段嘅1.3公里路段，可以讲得上系东边呢一个心形路段里面最好跑嘅一段落山路段嚟噶啦！难得有两位师兄师姐同我一齐互相逼害，梗系尽情咁跑落去享受下呢段咁正嘅路段啦！已经望见好靓嘅水塘景色啦！
超爽啦！呢段时间太阳又收咗啦。400级啊！哇，好耐冇咁试过拍住跑啦，一个人有时未必有推动力，行下跑下咁样。即系我推住你啊？都系噶，虽然你喺我前面，但系你喺前面推住我咯。拍叫就系咁噶啦，有个人有啲动力啲嘅。即是上時有時操呢，一個人又操下，一班人操下。如果你試下自己嗰個自制能力未必咁 fit 呢。係啊，有兩個沙灘嘅喺呢邊。係啊，即如果一個人嘅時候攰就停㗎啦嘛。即我又覺得你推緊我，實際上可能你又覺得我喺後面推緊你喎。呢啲叫咩？互相迫害係嘛？而家少啦，冇比賽，好少做呢啲嘢。我媽仔嘅話，唔做呢種。喂，老大，王子波龍。边引水道我哋直落，都系山径，都系山径。OK， 两边紫罗兰山径，我哋直落啊，继续。好，嚟到紫江桥，有冇谂过提早撤退啊？我哋决心已去啊！呢个心一定要画得成嘅，继续上啦，嚟完紫罗兰山。哎，唔系想去喎。Okay, 沿住引水道嘅左手边行啦，我完全冇做功课嘅，跟住佢行嘅啫。呢段对我嚟讲又系新鲜路段。啊，系咩？我应该未行过。雷里隧道嚟噶。雷里呢度系咩咩？系 physical。呢度唔系胃镜嚟噶嘛？放慢腳步飲啖水，講下呢段嘅故仔先。頭先我先講呢段路有少陌生，佢哋好詫異啊！呢段係實體賽雷里嘅賽道嚟嘅，因為我未玩過實體賽嘅雷里，所以我唔知道原來係上少一個孖缸其中一個缸。咁會唔會易咗啊？你可以咁講嘅。O K。希望有翻實體賽嘅時候感受一下嚇。如果你玩旋風咧，係。咁當然好啦，你就唔使做孖缸。唔好噶啦，雷里一下唔玩一玩就应该系旋风噶啦。咩门槛咁高喎？反正都系玩啊，梗系玩得最开心噶啦。坐间。喂，呢个有遮有桥唔行啊，真系啊！喂，我要安全啲，我上翻条桥先，俾大家睇睇先啊。孖姐讲先，嗱，条桥系咁样噶嘛，无端端唔行桥啊。系。嚟到水塘旁边一条山涧，直流出嚟水塘啊！我哋大潭水雾文物径，沿住下边走，嚟到呢个位置望翻见条石桥，几急都要放慢脚步影张相啦。手边啊，双潭石涧。好啦，瞓晒路口，然右手边上翻港岛径。嚟到潭江飞瀑嘅入口，此路不通吓。唔系呢个位落，再前少少。好啦，嚟到石桥嘅位置，沿住左手边个，嗱啲水就高好多，会唔会湿脚呢？有可能，有可能，好啦，好啦，正式沿住呢个
潭江石間行啦。條路係你框出嚟嘅，你係冇得揀嘅，係你選擇行嘅。OK。好，過咗嚟，恆寶不濕啊！最理氣係側邊呢啲葉咧係吉肉啊！有嚿石俾你搭一搭腳，又有幾嚿石俾你搭腳啦！哇，正啊呢、這個位置，又唔知點啊，都算清喎啲水。右手邊有絲帶，市區嘅路況就冇乜特別啦，影俾大家睇都參考性不大，但係呢啲嘅路段咧可以影多少少俾大家。好啦，繼續影住個路況俾大家睇睇，呢段應該都好大機會會濕腳嘅，又或者咁講啦，嚟得行呢段就預咗濕腳啦。路口向边度间啊？右手边有一条，我哋沿住左手边走嘅。呢级呢级咁样跳过去，呢段嘅难度除咗系你要喺个石间度左穿右插之外咧，啲树都生得比较矮，要成日记住乌低头。如果唔系个冚头或者冚到副太阳眼镜，再描述多些少啦。如果你纯粹睇地图画条线咧，你系睇唔到个拗教程度嘅。咁啊，呢啲真系要有啲前辈前人行过分享下嗰个路况，或者系睇下片先要稳阵啲。冇晒脚位，冇晒脚位咁严重。哇，前面好靓啊！坚靓啊！但系好靓喎呢位，影一影个画面先啦。哎呀，捕捉唔到添。哎呀，好彩。哎呀，少少俗啦，但系都见底嘅，都 OK 噶啦。呢一段系有少少拗教嘅，系讲紧拗教嘅位置系沿住个间个塘边跨过去，但系可以唔湿脚嘅。除非你唔小心，呢个位置仿如正攀啊，但其实系侧边好干爽，因为有路上咗去啊，佢已经上咗去啦。哦，啱啱环过个位置系咁样嘅，大水啲就再拗教啲噶啦，依家系还可以嘅。好，由猫姐示范点样轻松上嚟，跟住由我示范。第一新角度跳过去，哎，好啦，继续沿住呢个间边走，点我哋唔正面面对要避咗佢嘅？好啦，条间一喺我哋嘅右手边，我哋避咗佢。哇，好新鲜啊！啲青苔，食完个茶餐出发之前，我仲讲紧呢个心会唔会比？想一個心意滑一啲咧，個答案已經有啦，係咪？呼之欲出添啦！經理人係畫到係嗰邊個心，但係呢邊呢個心應該係由我做代表啦。又有個潭啊！又有潭位，見到左右兩邊有分支啦，靠右根絲帶走。
哇，有啲难度。喂，带女朋友嚟行呢个心，应该可能会分手嘅。妻离子散。哇，呢级啱啱好，够长。阿妈好似话会妻离子散啊，冇乱事啊。行泥中树啊，呢啲真系。哎呀！会冇路嘅，路人行出嚟嘅。本来正翻，即系就咁过。本来直上系咪？大水到依家直上唔到，要爬嗰啲嚿石啦。本来冇水，其实可以咁跳嘅。哎，讲几日雨喎，大佬，上个礼拜几大雨啊？嚿大石位置，啊，佢要打横竖呢个回望镜头先。不如你行先啦。好，啱啱讲紧呢度似咩石间咧？阿 Matthew 话同马大比，我觉得马大易好多。如果我个比较，我会系用莲花石间，同阿哈叔嗰次咧，系咁嗌走我话唔走嗰次。嗰用系细水啲添啊！如果大水啲，我谂会更加似依家个情况。虽然我哋而家见住流水梯间，实质上系好焗，因为啲风到唔到啲位咧，依家整人系立似似。希望盡快離開呢條石間。你放到幾攪攪？呢幅石板好似條梯級咁喎，長方形，跟住呢塊都係，明明再向上走啊！OK， 如果有朋友形容呢一段你未行过，你问佢难唔难，佢话俾你知好似小马坑咁咧，又系要考虑下你哋嘅交情系嘛？啊，简直系世纪大骗局啊！如果呢度系小马坑，攀石谷道似嘅，但系嗰啲崎岖度数，莲花石间都比不上。好，继续上。咁当然行呢啲山间。水量大与少是很直接影响那个难度的，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是都要小心，今天你说是不是很犀利又不是，但是刚才我差点打野的，是。好在手足不够稳，三点不动一点动，玩这些路线谨记。哎，这段平静些少，莫非已经到终点？他丝丝细细话没有那么快。不要妄想了，专心点行。在我镜头过去看看，有直壁啊，旁边有没有路，旁边好有路的，走前一点看看，条路在旁边。好，我终于忍不住满足下我的好奇心，剩下我来看看地图有几远距离接出去的靓路。这个距离石屎路段160米啊，来过回望镜头先，基本上这个等同正攀的了，不过水势的时间塞唔到我一脚下呢个位置。 OK， 如果唔系咧，喺呢啲位置已经有流水落嚟嘅。好啦，前面有二任咁讲紧高难度啊。呢个位置俾个回望镜头先啦。OK， 啱啱沿住侧边咁上嚟嘅，继续上啦。Matthew 话前面已经出第一条引水道啦，喺呢个位置上去，离开呢一段间。当我哋喺度研究紧之后嘅路系点嘅时间，我觉得乜都系假，离开咗呢度先算啦。离开咗呢度，我就觉得系好日子噶啦。石板起，系啊，啲石有啲喐。哦，到啲桥啦，逃出生天啊！第一条啫，仲有第二条。仲有第二条，你唔好淋人冷水得唔得啊？喺呢度上。桥底上是最易上的，捐桥底下小心冚头，继续上。睇个回望镜头先，桥底之前是这样的，过完条桥是这样的，条桥在这里，继续上。这个位置浅浅地，沿着边走，
前人啱啱行完，我俾啲有嚿石松，要小心啲。换一换脚，湿湿滑滑啦。跟住跨翻过去，左手边。望见条石桥咧，沿住条间嘅左手边上，吐出新圈啊！有感情问题，建议一落嚟呢个位先系坚嘅。黐线嘅，画咩心喺呢度？咁样你带条女嚟呢度行完唔分手，我话嘅分眼啊！你当佢系咩？黐线嘅，傻噶，想你落啊喂！仲要落完雨，喂，好攰啦，老。就是左手边啊，好开机，有乜嘢特别嘢呢位？有啲乜嘢宝藏呢？哦，咦咦，埋蛋啊！今朝哦，你今朝放低，今朝经过，跟住几步噶？先上分所俾一包佢。好 ，thank you。我仲可乐。哇！簡直是黐線的，嗱，大家如果在山上面見到，冇亂咁執啊嚇，可能有人有需要啊。好啦，飲住提子汁，分叉落口直攣落去啊！哇，冇得頂啊！呢筆提子汁真係堅正啊！重見天日啦，嚟翻馬路邊啦！冇咁開心住，又潑冷水，簡直來回地獄有折反覆啊！冇心理準備就係咁樣噶啦，俾一路係咁俾人老點啊！貓姐全程都冇乜嘢講，突然間嚟到呢個位置，佢話有嘢要講，究竟有啲咩嘢講呢？當然要買個關子先啦。片尾彩蛋時間話俾大家知，佢頭先上述嘅活動咧係有約過我嘅，作為一個有經驗嘅行山人士都係唔會亂俾人困到嘅，我係推咗佢嘅 ，OK， 我就行呢個心已經夠噶啦。同埋要珍惜生命，所以大家唔好意思啦，上述咁精彩嘅内容咧，你哋系冇办法睇得到嘅。佢哋忠告最后嗰几个字俾大家系简单描述系珍惜生命咯。我行咗都唔知道有冇一百米嘅马路边，叫你唔好咁快开，跟住又话要喺度怼落去，20米啊大佬，唉，好啦，喺度落去啊，马路边啊吓，好似好直咧，幻觉嚟嘅啫。有绳喎、有啊 ，OK 嘅。哎呀！阿 Ken， 我地心呢条线唔系我画噶，知绝对唔系你画啦。真系我画噶。系。我打咗好耐，已经有呢条线噶咯。呢啲其实有咗好耐噶啦，不过系依家啲人又插翻嚟玩嘅啫。好啦，一段仔落车之后，可以转左手边跑一段啦。佢话有好日子过一段仔。到了一個最後工人宿舍度，見到宿舍，落樓梯不入地盤，屋呢一段是跨住個破廢咗嘅宿舍走，唔好忘記啊！稍等啊，稍等，稍等，跨唔曬啊！嚟到呢個位置。左手边系楼梯级，落楼梯级。跟住好似过间喎。哇，外恋嘅经验嗰啲嚟啊，卡式带啊，卡式录音带。乜嘢嚟噶？细伯识唔识啊？细伯，乜嘢？嗱，佢答我咋？呢段沿住水管边走，一直都仲喺间嘅附近位置。好，就再落翻去间边。左手边风华村景翠苑。前些少落翻下面學校的位置，翡翠道。時間過了6:45，
茶，補給完依家繼續出發。個心我哋係畫咗下半部十零 K 到咧，再十零 K 啊嘛。聽阿 Matthew 嘅描述係過埋西灣海就好日子過噶啦，聽住先啦。依家沿住西灣海嗰邊出發。好啦，補給完又要繼續跑啦，唔使啦，直去啦，冇所謂，唔好專登嘥時間過去。跑啊跑，跑到杏花村啊！仲未黑暴嘅天，都就嚟七點咯喎！好啦，離開杏花村啦，靠左，準備轉個馬路。好啦，過馬路轉左，十零步之後再入山，喺 highway 嘅側邊行。咁我哋跑咗咁多公里，都仲有嚟跑嘅。呢一段就沿住高速公路嘅旁边走。好啦，离开呢个嘅高速公路旁边，呢条咩村啊？阿公岩村。阿公岩村就系呢度啊，久仰大名。好啦，穿过阿公岩村嚟返出呢个鱼市场，对面出一条路啦，唔记得叫咩名，对面就係鱼市场。好啦，沿住鱼市场旁边跑，呢度好多船厂，有冇记错嘅话。呢度我每朝神运嘅地方。你每朝神运呀？依家都係。好啊。咦，竟然穿返出海皮，开心路喎。好啦，终于俾挨到去到个洗手间，去完洗手间抹个面之后，继续沿住海边跑啦。啲夜景几靓，影下避风塘先啦。好啦，跑到泰安楼附近西湾海体育馆。嚟到呢个兴东商场，咦，我哋要上去喎，可以过一过眼河，莫非？穿翻上嚟呢个兴东商场啦，上完继续上啊！呢度都唔知上咗几层楼高嘅，一阵数数先。离开呢个兴东商场，呢条咩村咧？叫耀希阁。地胆，请问呢个咩村啊？地胆，个路转唔到，答唔到喎。中希苑。哦，总之话都上咗有十层八层楼高啊！呢个位。哦，离开呢条屋苑，穿翻出马路向下走啊！咁开心嘅。哦，唔系，原来系过马路。去呢个闸口又再转翻另一段山路啦，夜晚晚啦，终于到，我哋一朝住呢个嘅深嘅尖端位置出发，出边嘅位置大概系康怡花园咁上下啦。头先听翻阿 Murphy 嘅描述，我哋就系上一段山之后就落翻去噶啦，再一段山路啊，但系咁平静嘅喂，有冇惊喜紧噶？暴风雨前夕，咁大剂。西湾河之后有好日子，咁即西湾河，你可以想象啦。我哋都过西湾河未啊？而家喺西湾河呢度，即系仲未过喎。未过。诶，咁我留翻少少 memory 先，仲有几分钟嘅储存睇啊。系。喂，哇！呢个位黑蒙蒙，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啦？我哋离开呢个闸位，沿住侧边山径走，翻翻头灯，俾翻啲光大家先。O K， 呢度落去。郊野公。崩咗嘅，又系古迹啊！系啊，哇，郊野公，大潭沟。我又行嗰边添，佢专登系老点去上去睇个大潭郊野公园嘅石碑，跟住就沿住侧边度落翻。咦，系咪落山啊？过先，有上有落，都系唔好开心得咁早啊！嚟到呢个位置有一个英文住写住 ，On Home。接翻住呢条大水管，右手边。哇！跟住落一条可直嘅维修斜坡楼梯级。呢个位置啱啱咧，条描述翻俾我听，系
太古水塘的位置，填平了但是怎么有水声的呢？山涧流水而已。OK， 好，描述一下先。刚刚第一个尖端位置，即是深的尖端位置呢，开始转入吊车径了。听刚才 Matthew 的语气是入了吊车径，下面这段应该有好日子过了。他笑笑得咁衰嘅。OK， 哇，认一认呢个此路不通，咁就易认啲啦。熟口熟面嘅路段吓，南车径。不如贴边行。好啊，你踏板啦。慢慢西嚟间边，去到呢个南车等。二号等啊，前面写住。有些有心人描述了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卵石等，不知道大家這麼黑看不看到，將就一下吧。好，黑文掹掉描述一下，沿著康景花園後面的小山徑走啊，這一段。很多破舊了的鐵網鐵閘的東西。我哋竟然夜遊纜車徑啊，嚟到一號等啊！呢度有人俾個名字叫做橋邊等。因為喺橋邊啊。O K。其實呢度咧，張紙後邊咧，佢有寫曬咁多個等。係啊，我記得啊。之前有。好啦，難得夜遊，俾多兩個鏡頭。其實出邊都係市區嚟嘅。其實個心行出邊都得嘅喎。得。有啲花花人。哦 ，O K。俾我講一講，下一下佢爭啲線腳添。阿 Matthew 好著又話脫困，但係通常咧，佢去到呢階段，佢就會同個仔講：小心唔好淋天光瀨尿啊！我哋要上翻前面嗰條橋啊！係呀，呢個動作受過專人訓練啊，冇亂咁試啊！低抄。好啦，继续沿住维修斜坡的楼梯级走。Matthew 形容是已经有靓路啊，咁我一定系一定顺佢啦，因为见到街灯添啊，系。哦，穿翻出呢个位置，八点钟啦。之后应该是全马路嚟，应该仲有5K 到啫嘛，系咪？冇嘢啦，好辛苦。由于个电个相机咁揸干揸正咗啦，因为其实靠电话拍摄，我哋依家去到文明一刻。哇！哇！為了畫個心，為咗畫個心連心，我哋尋晚幾點出發？凌晨兩點出發。你自己事先張揚一下，兩點鐘就出發啊！或者可以唔剪住嘅話，這個喺你最後。OK， 呢段去翻最後啦。我梗係唔同癲啦，我係下晝兩點鐘先出發。如果計呢個行程嚟計，明白。好，當佢一直喺度講緊仲有咩路走嘅時候，我已經冇乜心機理，已經逃出生天，已經冇乜所謂嘅。記得唔會 film 咗我嗰次嘅。已經首先落去北角海日酒店，是就出去周華道，係周華道一路直去，就去到廣安消防局。咁啊，跟住就上橋橫跨富沙道，咁啊。入到銅鑼灣就喺食街，穿出去渣甸坊天平頓街。O K， 唔知道大家聽完之後有冇個 picture 喺？跟住就翻到聖馬街喺個腦出喺個腦裏邊出現啦。我已經盡量影翻啲畫面俾大家。俾啲偵察。哇！隻手好痛啊！好笑。40公里都不是一個問題，而且他們跑了很多個鐘頭。40公里不是40，現在我只標是70。70公里，黐線的，公里都不是問題，是很眼瞓的應該會。18小時是吧 ？OK， 我在剝花生。喂，走翻過嚟天后附近的位置，右手邊就是維園。跑到這個位置咁靚的維港景色，都要放慢腳步看看這個避風塘啦。俾啲掙扎，今天的天氣是非常之熱的，全部水滾到不得了。上嚟呢個橋位先有翻些少風，終點就喺前面啦，幾百米都係距離，1K 都唔夠啊！
好，穿翻出你嘅休憩公园嘅位置，沿住右边穿过桥底。跑到嚟百德新街喎，睇住呢个身影，沉重嘅脚步嚟到呢一刻，佢应该跑咗十几个钟头，埋单计数七十几公里，系乜嘢驱使佢咁做呢？系爱啊！但我唔系搞得好清楚呢一份爱究竟系爱自我挑战多些少，定系爱佢老婆想表达爱意多些少呢？其实呢个答案唔系咁重要嘅，用自己喜爱嘅活动去氹老婆开心，唔系一件好正面嘅事咩？其实嚟到呢一刻，我真系唔知点解佢突然之间会发力嘅。其实慢慢行翻终点已经 OK 噶啦，已经完成咗噶啦嘛。但系突然之间一支箭咁飙翻去终点，事后听佢讲翻先知，原来跑完之后佢仲要去一个老远嘅地方接翻老婆同一对仔啊！临到终点之前嘅斜路系最煎熬嘅。呢个叫连道啊，仲要上埋一段斜路啊！好啦，落斜路啦，落活道，见到教堂啦！哦，有咩感受啊？佢头先讲埋连道 project， 呢个连道佢呢边做咗几多个呢类嘅 project？ 咪转呢边啦，终点啦，终点啦，终点啦，起噶嘛？哦 ，OK， 好啦。这个教堂是他们的终点，不过刚才我起步不是这个位置，你讲两句先吧，趁我还有电。 OK， 给他回一回气，他还有很多东西说应该。我们完成了这个哇新的活动，我们20K， 你多少K啊？75、70。其实他们画了两个心出来，中间还要写了一些字，咁呢啲咁大嘅 project， 我梗係唔搶佢啦。你有咩感受啊？你再留翻啲電俾你。依家趁住有10%-8%，你好快啲講埋。我知我同佢住，我手殘，跟住 set 咗標高，最後嗰啲可能 record 唔到。公仔真係，佢揾個藉口想再行多次。你係唔想咁啊？喺個部署，好攰，你都要講講完就走噶啦，仲有時間啊！今次個 project 就係大聲啲。今次個 project 就係刻在我心裏的名字啦，係啦，咁啊將嗰個心連心嗰個將寫咗嚟做 P 啊，做 M， 寫咗個心。所以本來心連心係40K 嘅，咁而家後屘接咗70K 出嚟，係啦，咁啊，係咯，好話啦，係啦，叫成日講 I love you， 費事覺得啊，我唔記得咗或者唔做。其實以下落嚟呢段充分反映到佢好攰嘅，可能我諗未必收得到佢聲。簡單嚟講，其實同各位觀眾係冇關係，佢係同老婆示愛嘅啫。係啊，我係 love you。其實呢個 project 唔係淨係佢嘅，五月咧除咗佢太太生日之外咧，經歷咗生日，所以咧我就冇咁積極啦，我就一個心算數，咁希望佢都會收貨。咁最難得咧就係阿貓咧，佢陪佢玩咗70K， 陪隊全程，仲要行啲絕交路線都唔絕交喎。其實我哋應該同佢絕咗交嘅，全個中途個貓提前出，黐線。咁啊提前有少少，即係好 sweet 嘅，即係呢個 OK 嘅，所以算啦，唔絕交住啦。咁啊，仲有啲咩講啊？冇，我哋就今日就 end 咗咯。梗係要 happy birthday 啦，我大人，係啊。O K， 咁啊，系啦 ，Happy Birthday 啦，經理同以前咯，以前嘅太太，阿媽整緊媽咪，生日快樂，青春常在啦。咁就臨尾嘅路線可能爭咗些少，因為搶入客。但係你如果要畫一個市區嘅圖案咧，其實你一定要揸地圖，你都唔會睇完圖就行呢度。反而最重點係嗰條間位咧係好玩嘅，即係好玩，好玩。哇！又係隊長，隊長交互頻道嗰啲名處理片嚟啦。好玩嘅，嗰條間係好玩嘅。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俾一路系咁俾人老點啊！介紹翻呢個位咧，我哋琴晚凌晨2點鐘喺度起步嘅。係，咁咪穿品咯。唔係你剪係片。哦 ，OK。之後咧，我哋喺呢度逆走上去啦。係。首先就呢堆樓梯，之後就埋咗你呢個嘢入。你爆。係啦，之後再走個 M 字啦。係啊。之後就再兜個大圈咁，之後翻嚟呢度。黐線嘅。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 ，I love you， 拜拜。